提问驱动思考，答案终止想象。你好，我是关书哲，欢迎收听我的《有效提问三十讲》。上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五大练习场景中的第一个场景——高效会议决策。今天你将开始第二个场景：上级启发下级的学习。为什么上级辅导下级这么重要呢？因为啊，作为上级，你肯定希望下属迅速成长，那最有效的方式。 是找老师们给他们上课吗？根据研究表明，最有效的人才发展方式，效果排名第一的是上级辅导下级，企业教练。过往最常见的一些人才外出学习的方式，只排名第八。谷歌啊，曾经对内部员工做了大量的调研，最后得出了员工最希望高管具备的特质是成为一个好教练。排在最后一位的，才是用你的专业技术能力。 给出建议，所以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应该像教练那样去启发和辅导下级，帮助员工成长，而非直接给予专业的答案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作为一名管理者，如果下属有困惑找你，需要你给他建议，你该怎样和他对话呢？怎么样才可以做到既轻松又能启迪对方自己寻找解决方案呢？今天。 我就给你推荐一个非常棒的工具，叫 Grow 一对一对话模型。很多五百强公司专门聘请高管教练，帮助公司高管们定期做一对一的沟通。而 Grow 模型就是教练技术中最有效的一个常用工具，也是很多世界五百强管理者必学的一个沟通方法。那么，这个对话模型好处有哪些呢？这个模型啊，能够用于辅导他人。 帮助他人成长，是围绕设定目标和寻找解决方案的有效工具。主要是帮助团队成员理清现状，减少干扰，使得团队成员自己找到对应的解决办法。其实，这模型不仅适用于工作中，也同样适用于生活中和家人、朋友们的一些对话。GROW 模型啊，分为四步：聚焦目标、理清现状、选择策略、强化行动意愿。 这节课我们先从聚焦目标开始。那么，到底什么是 GROW 模型呢？GROW 的意思啊，大家都知道，就是成长，就是帮助员工或者他人成长。第一个 G 呢是 GO，就是目标，要聚焦目标，通过启发式的提问，帮助下属找到并确认他自己真正期望的目标是什么。那 R 呢就是 Reality 现状，那上级呢要帮助下属理清现状。 发现客观事实和完成目标的一些相关因素。O 是 options 的一个第一个字母，就是叫选择策略。那上级呢，要开启下属的一个思路，探索更多一个方案的选择，最终找到最佳的一个方案。那 W 呢是 will 啊，就是行动的意愿。上级要协助下级制定行动计划，并确定下次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时间。所以呢，GROW 模型呢。 也相对应的分为四步，就是刚才我说的叫聚焦目标、理清现状、选择策略和强化意愿。那你可以在音频的这个文字版里面呢看到这一张原图。那这节课中呢，我先和你分享 GROW 模型的第一步，我们把它叫聚焦目标。这是 GROW 模型的第一步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目标是明确你的团队成员要去哪里，是一个终点。 而现状呢是出发点，是起点。当不清楚终点的时候呢，聊现状都不是高效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方式。起点啊是为终点服务的，好比你开车，目标就是终点，而起点就是你现在的一个位置。最佳路径呢是你的策略的方案。开车呢是一个行动，如果你不告诉导航仪要去哪里，只有起点没有终点，那导航仪怎么规划路线呢？ 所以，目标、现状、策略、行动是问题分析、解决并达成绩效的一个闭环，缺一不可。但最重要的还是你要先和对方确认目标，因为如果目标错了，后面三个也就没有必要聊下去，因为他们都是为目标服务的。让我先来说一个案例吧。我们公司呢，新来了一个实习生同事，叫 Lisa，她刚毕业，英语专业。 工作啊，不仅认真，而且非常高效，一天就可以完成其他人两到三天才能完成的任务。但是在面试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他对未来的职业规划没有认真思考过。我问他需求的时候，比如你想做市场工作啊，还是翻译工作啊，还是希望参与到一些业务项目中呢？他都说不太清楚。那他对未来是否要考研，是否还在上海工作？ 还是回老家和父母在一起，他也都不确定，为此他非常困惑。为了帮助他有更好的职业发展，我就约他做一对一的沟通，用的就是这个 GROW 模型。当时呢，我和他先从聚焦目标开始对话。聚焦目标的一个提问，按次序啊，可以按发出邀请、探索理想目标、把目标做 SMART 量化以及目标确认四步来实施。 那第一步呢，你先可以发出一个聊天的邀请，先要让对方放松下来，了解对方的一个核心困惑是什么。那现在呢，我就现场回放一下当时我和 Lisa 的一个对话的一个场景。那我先问，那 Lisa，今天你最想和我聊的是什么事情呢？嗯、呃，关老师，想和你聊聊我该做些什么。现在都是上级安排我具体工作。 但如果不安排，我就不知道该做些什么。更重要的是，就像你面试时候问我对工作的看法，未来到底怎样发展，我,我都很困惑。那为什么未来怎么发展这个事情对你很重要呢？你需要我具体帮助你什么呢？嗯，因为我不想浑浑噩噩过日子，希望老师你能帮我理清规划未来发展的思路。那第二步呢，就是叫探索理想目标，所以我接着就问了啊。 那关于这个话题，Lisa，你认为最理想的状态，那或者一个结果是什么呢？你可以描述一下吗？嗯，我希望我能尽快确定工作方向，以后呢可以有更好的发展。好，那四步法的第三步呢是叫用 SMART 原则把对方的目的啊转换为目标。那我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 SMART 原则吧。那 SMART 的方法呢是由五个英文字母构成的，首先是 S，就 Specific。 指的是目标啊，一定要明确啊，不能够模糊。那 M 呢是 measurable，制定的目标啊，一定是可以度量的。第三呢叫 attainable，那也就是指目标的可实现性。一个目标啊，必须是可以实现的，或者是说经过努力以后是可以实现的。那这个 R 呢是叫 relevant，那目标呢必须和其他的一些目标呢具有一些相关性啊，我们把它叫 relevant。 那最后一个 T 呢，就是叫 time based，截止的一个完成的一个期限。就一个目标，只有在一定的时间内达成才有意义。那根据 SMART 法则呢，你就可以像我当时一样问接下来的五个问题。那第一个问题我就问 Lisa，哎，我就问问具体情况。那 Lisa，你说的工作方向具体指什么？更好的发展是什么意思呢？嗯。 工作方向，具体指我确定应该做市场、做业务还是做翻译？更好的发展就是未来三年内，我希望有更好的收入，能够晋升成为主管或经理，或者确定在一个城市里安定下来。哦，你这样讲的话，我对你说的工作方向啊和更好的发展有一定的了解了啊。那接下来呢，第二个问题呢是用度量式的问题提问。那当时我是这样问李想。 那 Lisa，如果用一到十分来评价，一分为最低，十分为最高，那你对目标期望分别怎么来评分呢？嗯，首先确定工作方向十分，更好的事业发展八分，至于确定未来在哪个城市的话，嗯，打七分吧。好，那我明白了。那第三个问题呢，就是要问 Lisa 这个目标的一个可行性啊。 所以我就问那 Lisa，这个目标达成在你的可控的范围内吗？它的切实可行性是怎么样的呢？现在确定工作，我认为是可控的，因为我能感觉到我喜欢什么。比如这几天实习下来，我对市场和翻译工作都比较感兴趣，但做业务要和人打交道的时候，我就感觉有些力不从心。更好的事业和发展，未来在哪里？这对我来说还不可控。 所以现在我还不需要急着考虑。好、啊，谢谢，我明白了。那第四个问题呢，就要问 Lisa，问相关因素啊。那 Lisa，如果不能够如愿确定工作方向啊，这样一个目标，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？会影响到其他人吗？我自己可能会很失望，每天工作会没有方向感，也不能很好的提升自己能力，会影响到我以后的事业发展和生活。至于其他人，嗯，我想我父母也也会不安。 嗯，那第五个问呢，要跟 Lisa 确认他的一个完成时间啊，所以我就问 Lisa，那 Lisa，你希望多久能够确定工作方向呢？嗯，最好在二零一九年三月份。好，那再把对方的目的啊转化为目标之后呢，就来到了最后一步，对目标进行确认。那这一步的目的呢，是让双方对目标的选择啊达成共识。那一般的提问是这样的，所以。 逗号，你是希望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吗？当时我就这样问 Lisa。那所以啊，你是想在二零一九年的三月明确具体的工作方向啊，比如说是市场翻译或者是业务，对吧？最好呢能找一个符合你自己天赋的一个方向，在工作中呢能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能力，从而呢为你以后的一个事业发展呢打好基础，同时呢也能够让你的家人为你自豪。Lisa 是这样的吗？ 嗯，是的，关老师。哦，那你还记得最初 Lisa 想和我聊的是她该做什么这样一个话题吗？那这个目标啊，就好比我和他的对话是在五万米的这样一个高空，目标啊非常不聚焦。而经过上述我和他的一个对话，他的一个目标就更加聚焦了。这时呢，我和他的对话看起来是像在五十米的一个高度上了。那高校的一个领导啊，应该学会。 聚焦目标的这种对话的技能，当你听到下属的目标太泛太大的时候，你可以用 SMART 的方式，把一个大目标转化为一个一个具体的、可衡量的、可控的、相关的、有时间范围的一个小目标。那聊到这里，我想问你，如果你是我，听到丽莎说对，是否可以认为我已经帮助了她理清了她的目标呢？哈哈，这还不够哦，为什么呢？ 不要着急，我将会在下一篇格 r 模型的一个现状分析知识点的一个环节和你分享具体的原因。好了，今天这节课就到这里。现在让我总结一下这节课的内容。首先，我们明确了作为一个优秀的管理者，应该像教练那样有耐心的去启发和辅导下级，从而帮助员工成长。接着，我给你分享了格 r 模型的一个好处，以及格 r 模型的一个四步对话方法。 那 GROW 模型的好处呢，是用于辅导他人、帮助他人成长，是围绕设定目标和寻找解决方案的一个有效的工具。GROW 模型对话呢，可以分成四步，分别是：第一，聚焦目标；第二，分析现状；第三，选择策略；最后叫强化行动意愿。最后这一节课讲了 GROW 对话模型的第一步叫聚焦目标。我通过一个案例呢来拆解如何通过有效提问。 来帮助 Lisa 聚焦目标。那聚焦目标的一个提问，按次序可以按发出邀请、探索理想目标、把目标做 SMART 量化以及目标确认四个步骤来实施。好了，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。今天留给你的是一个思考和一个实践。一个思考提示：如果一个孩子不肯好好念书，父母又很生气。 你认为家长该怎么样用提问来激发孩子的学习欲望呢？实践提示：如果你的朋友或者家人最近有些烦恼，你可以按今天聚焦目标的一个提问的方法去和他们聊一次。不过只许提问，不直接给到建议哦。欢迎你在留言区和我互动。